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继续游玩第三次封测天气节手游的一个新的关卡——幻海迷城。世有迷城，其之意，不为史册改。我为桓吉，此中尽可考。周安王十九年，荧惑守心，诸侯嗣，礼崩，天下乱。受阴天下，其位安师，天命反侧，何伐何用？好，世有迷城，其之意。哎，那怎么当掉了？好，汉前108年，阳关季使霍雍就将降下幽城，箭矢兵里换见幽界将，是将灭然，只是古神白鹿之语，未教其思念世间之美。人世悠悠，浮生落寞，历历往昔。完成剧情关卡后解锁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打一关而已。霍雍，待你行完这最后一次降妖之仪，父神就将驾临这人世了吧？到那时，这世间或许就会变成幽界那般，幽暗而深邃吧。你真的想要一个那样的世界吗？谁？你真的希望这冥界的一切都永远沉沦在无尽的幽吟之中吗？是谁在装神弄鬼？出来！剑石，或许你该听一听自己的心声。这是什么地方？痛苦、恐惧、美妙的滋味！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好浓郁的幽吟气息！你是什么人？你是剑士，我只要一个就够了。还差一点点绝望，我就能彻底毁掉天幕。到那时，整个人世都将是我们的猎场。我们？何人给你的胆子，与我相提并论？离开。走开。英熙，我已借使入冥界，此地之事就轮不到你们插手。哼，就猜你有朝一日护卫这冥界蝼蚁，置尊神之欲于不顾。尊神之命？什么意思？幽吟生命，尊神已下谕令灭此之事。箭矢兵离，你想违反尊神的意志吗？你死了，尊神就不会知道。箭矢兵离，你竟敢背叛尊神！背叛？我从未背叛，但此界之事无你们插手余地。哼，口口声声未背叛，我等奉尊神之意降临，你又为何阻止我等行事？我连辩驳都不想了吗？那今日我就带尊神除了你这叛逆。箭矢领命，请奉神旨。我们永远都无法享有的眷顾，你却这样轻而易举地放弃。箭矢，你该死。这人世间的生命都是这样脆弱，可悲，
甚至连尊神的眷顾都无法承纳。在这待得久了，难免会沾上些他们的懦弱，对吗，剑石？哼，我虽然不理解你的所为，但毕竟你是尊神依照我的模板所塑造的。放下你的剑，与我一同回幽界请罪吧，我会请求父神宽恕你的。这世间还有我想要的东西，抱歉。好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你们这样是刮不死人的，前排。哎，还没到啊，还不能放。好，再行动。这关比较简单。不过蝼蚁。你听清楚你的心声了吗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传信之人。既是传信之人，那你传的是谁的信？剑石，你可曾想过，究竟是谁让你来到这人世？难道真是那被困在天幕之外的罗侯吗？一个连躯体都未拥有的什么？你可听过枝桠的轻拂？可见过明媚的阳光？可饮下甘澈的泉流？这人世在你降临之后的每刻都在向你展示着善意，因为正是他邀你前来。人世怎会需要一个毫无生机的人偶呢？世间万物无畏外相，若有其魂，皆为生灵。吾为梦境之主，可见诸生之灵，诸般虚妄皆不可遮，凡有魂者，吾皆可见。冰离，去我与你这世间至极的梦境中吧，看一看这人世究竟想对你说些什么。好，其实我蛮讶异，荒海迷城竟然是霍雍跟冰离之前的下来人界的故事。然后这边的故事应该是手游这边新创的剧情哈，大家就看看啦。然后会有剧情关卡跟挑战关卡。那挑战关卡应该就是刚刚那一关，哎，不一样哦。还没到活动哦，好。那我们继续先。元朔五年，丞相公孙弘得皇帝令，广收天下书，以扩秘府，补石渠阁、天禄阁之书。我来只为汉宫内石渠阁、天禄阁藏书，不知为何会得此相邀。汉宫内无你想要之物，你走吧。无想要之物？然皇帝不是已让公孙弘广求天下之书以充秘府了？那只是时机凑巧，皇帝不信人亦不信鬼神，阁下言自蓬莱来，寻历朝历代日食记载，只是让皇帝多了疑心，顺水推舟而已。何况你所寻之物不当会在此界之内，自周至秦再至此朝，往来多动荡，往昔之力已难追寻，阁下何必在此耗时费力？此界，此话有趣。你李夫人究竟是何人？不必试探，
却就是罗侯眷族所厌之人。你是女娲神石祭魂转世之人？是。你待如何？汉宫之内，你又敢如何？哼，那你为何要和我说这些？何不如叫人上来，一举将我拿下，好永绝后患。你与剑使既能降于冥界，便是冥界之生灵。我不会帮你，却也不会是你的敌人。你们自有自己的因果宿命。走吧，皇帝已起了疑心。冥霭之内，神将已入宫廷。便是在峡荒之地，我亦能得其法，降幽城。北方有佳人，一世而独立，阁下果是曲中人。神将相应，你来汉宫，言日后向皇帝要一人之魂，看来是今日了。娘娘恕罪，蛙皇神石祭魂转世日久，神之性日益淡薄，一人之见又亦偏颇，为此我等以为日后祭魂转世之人，最好选双魂之人。双魂犹如阴阳，容其中一魂与另一魂同存躯壳，许多事便可有思量之机。娘娘可要与皇帝告别？哼，不必。你取我之魂，我便不得容颜不改。以色示人者，色衰爱迟，何必呢？娘娘，我将代为立神阙宫，往后神石所祭者当为斋女。神阙宫内不会再有带着记忆的活人，以免扰了娘娘的心。我们要去何处？西域。西域36国，稍分至50余，皆在匈奴之西，乌孙之南，与汉隔绝。于汉道理又远，得之不为益，弃之不为损，圣德在我，无取于彼，不会在汉视线中。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，中央有河，东西6000余里，南北1000余里，东则接汉，鄂以玉门、阳关，西则县以葱岭。其南山东出金城，与汉南山属焉，其河有2源，一出葱岭山，一出于田。